女子开车回家，却在家门口离奇失踪，一连几天杳无音信，被害人生死不明。小区监控中出现行动诡异的红色 QQ 车，为何却令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意想不到的来电，能否解开女子失踪之谜？失踪者来电，天网栏目即将播出。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Please redial later. 2013年10月20日上午，家住上海宝山的李先生一遍遍拨打着母亲的手机电话，他万分焦急，因为昨天夜里母亲突然失踪了。从来没有说关手机或者说不接谁电话，都没有的。所以不可能出现一天夜不开手机这种情况。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李先生是一大早从外地赶回来的，平时他与母亲一起生活，昨天他外出旅游，没想到前脚刚走，母亲林女士就联系不上了。我把那个所有他在上海的不在上海的小姐妹的电话全部打了一遍，都说没有。李女士的轿车停在楼下，人却不知去向。更让李先生担心的是，他发现昨天夜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回家住过。进去我发现就是什么东西都没动过，你知道吗？就好像没人住过似的，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了。车子还是停在原来那个地方车位上，很正常的，车门都锁好的，看上去很平静。而且他家里确实也没回去过，家里也没有少什么任何的东西。林女士是一位会计，在上海宝山一家休闲娱乐城工作。事发当晚，林女士独自一人在公司加班。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夜里9:01左右，林女士下班驾车离开公司。大约40分钟后，林女士坐在小区门口的监控探头，记录下车子驶入小区的画面。沿途道路监控抓拍的高清照片显示，当时车里只有林女士一个人。侦查员查看了林女士回到小区之后，小区所有出入口的监控记录，并没有发现林女士有离开小区的迹象。这个小区里面，除了这个女的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之后，她这个亲戚和朋友啊，没有住在这个小区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女的回这个小区只能回她家。林女士是浙江温州人，3个月前她和儿子才来上海，租住在这座小区里。平时林女士与小区其他住户没有来往。侦查员推测，林女士应该是离开小区外出了。可是深更半夜，林女士能去哪里？她又是怎么离开小区的？侦查员反复查看当晚的监控录像，结果发现有一辆车行迹十分可疑。你看呢，当时他从上班的地方出来的时候，有一辆 QQ 车一直在尾随着跟着他，而且一直跟着他新村里面。过了5分钟，从监控里面发现这辆车子就出来了。沿途道路监控抓拍的高清照片显示，尾随林女士的是一辆挂着浙江牌照的红色 QQ 轿车。这辆车在驶入小区之前，车里有2名男子。离开小区时，之前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不见了。侦查员注意到2名男子的举动十分反常，明明是在夜里，两个人却放下遮光板挡住了他们的面部。根据画面显示的车辆牌照，侦查员查询车主信息，结果发现这个牌照号码根本就不存在。神秘 QQ 车的出现立刻引起警方注意，侦查员怀疑车内2名男子与林女士的失踪存在关联，并且他们从监控画面中发现了证据。
发现这个 QQ 车后排座里面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类似于手一样的一个人的手啊，抓住这个背包带。侦查员注意到红色 QQ 车离开小区时，这次后排座位上似乎坐着一个人。从放大的画面里，侦查员隐隐约约看出这个人手里攥着一根红色的带子。侦查员了解到林女士失踪时随身带着一只红色的皮挎包，挎包带子的颜色形状与画面中出现的带子非常相似。由此侦查员认为林女士此时很可能就在这辆车上，而且他们推断原先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此时很可能就坐在林女士的身边。通过走访下来，他们多少不认识两人，那么这里面又问题就很大了。综合整个案情，侦查员怀疑林女士回到小区后被尾随的两名男子劫持。但是对方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侦查员一时也难以判断。有可能是随机的采取了一个绑架案件，目的是求财。侦查员得知林女士失踪时随身带走一张银行卡，卡内存有4万多元钱，然而查询发现账户没有任何异常。如果是绑架的话，就24小时以内，一般性那个犯罪嫌疑一般要跟那个被害人家属要联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一直没有联系。此时已是10月21日凌晨3点，距离林女士失踪已经过去24小时，侦查员们感到事态严重。他手机一直是关机，这给我的感觉就是相当的不好，好像隐藏了一些杀机一样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是非常紧张的，生怕那个因为仇恨啊或者其他方面跟那个犯罪那种有过节或者怎么样。时间对我们叫相当紧迫，我们要目前找到是谁绑了被害人，第二个被害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包括绑匪在哪里。林女士究竟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侦查员立刻调取道路监控，追踪红色 QQ 车行驶轨迹。道路监控显示，嫌疑人驾车离开小区后，先是在宝山境内行驶了近2小时，夜里12点左右，车子出现在浦东，又在浦东境内行驶了1个多小时。感觉是没有规律的，很难确定这个 QQ 车在上海市区行驶了2个小时到底是什么目的。凌晨2点左右，嫌疑车辆在浦东一处高速公路入口收费站出现。侦查员注意到车子换上了一副江苏牌照，经查这个牌照号码同样是伪造的。红色 QQ 车从这里进入京沪高速，之后一路向北驶离上海。这个车离开上海，车上是不是林女士还在也很难判断。至于林女士到底有没有被害，那么应该来说疑点在上升。侦查员注意到嫌疑人在离开上海之前长达3个小时里一直拉着被害人在宝山浦东的偏僻地带转来转去，由此他们担心林女士可能已经遇害。遇害以后对象可能不可能会在寻找抛尸的地方，或者说是在毁灭有没有一些相关证据的地方。得知母亲被劫的消息，李先生万分担心。消息在林女士家人中迅速传开，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突然外婆打了个电话过来，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不要骗我。我爸听着我外婆声音一下子就哭了。案情重大，上海宝山警方连夜成立专案组展开侦破。凌晨4点，一路侦查员从上海出发，沿京沪高速公路一路北上，寻找嫌疑车辆的下落。以最快的速度追踪到这个车离开上海以后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专案组安排侦查员继续调取监控，查找红色 QQ 车的来路，同时决定对林女士失踪的银行卡账户资金动向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控。林女士究竟人在哪里？公司女会计下班回家途中遭遇莫名男子跟踪，好像隐藏了一些杀机一样的这种感觉。
嫌疑人逃离上海，被害人下落不明。到底有没有被害？那么应该来说，疑点在上升。侦查员跟踪追击，嫌疑人摆下迷魂阵。杂乱无章的，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点。被害人家属万念俱灰，不料失踪者竟突然打来电话。有3天没消息了，一下子突然间有一个电话进来。失踪者来电，天网栏目正在播出。2013年10月21日，林女士失踪后的第二天，侦查员沿京沪高速一路北上，查找嫌疑车辆去向。上午9点，在距离上海400多公里远的江苏省宝应县，侦查员在高速路收费站的监控记录中发现了红色 QQ 车的踪迹。监控记录显示，24小时前，嫌疑人驾车从这里离开高速，然而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车子又折返回来，再次驶入高速，继续向北逃离。这一个小时他出去干什么呢？现在还不清楚，暂时不清楚。嫌疑人的奇怪举动令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到了宝应县以后，会不会把那个林女士啊进行加害？这种可能性都有。侦查员心急如焚，他们决定继续向前追赶。正当侦查员们查找嫌疑车辆下落的时候，被害人随身携带的银行卡账户突然有了动静。侦查员发现有人在 ATM 机上查询账户余额，查询地点在山东省郯城县。他只是一个查询，但是没有取钱。显然嫌疑人已经得到被害人的银行卡密码。据此专案组分析，嫌疑人劫持林女士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要钱。此刻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逃到山东。2小时后，前方侦查员赶到山东郯城，在一家银行的监控画面中，他们看到了嫌疑男子的身影。然而令侦查员感到蹊跷的是，这名男子在 ATM 机前没有做任何伪装，似乎并不在乎警方会看到他的面孔，而这一点与嫌疑人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觉得很奇怪，这个绑匪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侦查员立刻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查看道路监控，寻找红色 QQ 车的下落。与此同时，在被害人林女士所在的公司里，一场排查行动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专案组怀疑林女士被劫案件背后有公司内部人员参与。那天公司里面大部分工作人员呢都已经到外地去舟山去旅游去了，所以说呢他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没什么人知道的。专案组注意到案发当天是星期6，那天一早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去浙江舟山旅游，只有林女士一个人被留下来值班。而就在那天晚上，她在公司门口被人跟踪，之后遭到劫持。此外，侦查员注意到案发当晚7点半左右，当时林女士还没有下班，而嫌疑人驾驶的 QQ 车却早已守候在公司门外。没这么巧的一桩事情，有可能是不是这个被害人单位里面的员工所做的这个案件，或者说他这个知情人内外勾结引起的这个案件。考虑到被害人是这家公司的会计，这一情况侦查员认为不能排除本案有经济纠纷引发的可能。有可能人家到公司里要债，但是呢老板又不在，就找到他。专案组决定对公司内部员工逐一进行排查，同时对这家公司的生意往来情况展开调查，从中查找嫌疑人线索。就在排查行动紧张进行的时候，这天夜里10点左右，被害人的银行卡账户突然又出现了动静。侦查员发现有人正在 ATM 机上分批从账户内提取现金，整个取款过程持续了几分钟，对方一共取走2万元钱。这一次嫌疑人取款的地点变成江苏省赣榆县。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凌晨5:42左右，被害人银行卡账户又被人取走20,000元现金，而这一次嫌疑人取款的地点又转移到距离赣榆60多公里外的江苏省东海县。2013年10月22日一大早，前方侦查员从山东返回江苏，分别查看赣榆和东海两地银行的监控录像，发现取款人是同一名男子，而且嫌疑人在取款时故意遮挡了面部。嫌疑人他是比较狡猾的，而且反侦查能力是相当强的，而且他有可能他自己认为很有把握，我们公安机关找不到他。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嫌疑人先后在山东、江苏两省四地出现，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举动把侦查员们搞糊涂了。专案组分析，嫌疑人下一步可能会跟被害人家属或者公司老板联系索要赎金。对绑匪说，他这个有预谋的，他花这么多的心思来做这个案件，他拿5-6万好像不太值得，对吧？没，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他绑匪把卡里取完以后，他肯定会和家属要联系的。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嫌疑人那边没有任何动静。我父亲2天2夜东西没吃，烟嘛抽了1条多，2天抽了1条多的烟。今天已经是林女士失踪后的第4天了，林女士家人心中的希望渐渐破灭了，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父亲他说，这么长时间如果是绑架早就来电话了，没来估计你母亲就遇害了，那咱们也得就是说怎么办，对吧？因为是我父亲是大方向做决定，但家里很多琐碎的事情全是我母亲在处理，所以就是说他自己也挺茫然的，挺没头绪的，你知道吧？就在被害人家属陷入绝望的时候，2013年10月23日，案情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天下午，被害人所在公司经理沈先生在下班路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名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失踪了4天的林女士来电话了。公司女会计遭人绑架，警方怀疑内鬼所为，被害了单位里面的员工所做的这个案子。嫌疑人四处取款，被害人下落不明，估计有个7-8成左右可能就遇害了。失踪者突然来电，为何却令警方陷入困境？查对象好像杂乱无章的，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意外线索跳出，警方能否锁定嫌疑人身份？失踪者来电，天网栏目正在播出。2013年10月19日深夜，上海某公司会计林女士在回家途中被人劫持。林女士失踪后的第4天，正当人们以为她已经遇害的时候，这天下午，公司负责人沈先生在下班途中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是林女士的人打来的电话。我就直接问你是林姐吧，对方就是说我等了1点多钟，说我是，我问了2遍，他回答都是，当时我就确认电话里肯定是他本人的声音。林女士告诉他自己被人绑架了，对方向他索要50万元赎金，让沈先生赶快帮忙凑钱，之后便关机了。真的很激动，接到这个电话真的很激动，就感觉一下子就感觉有方向了，非常激动，至少一点可以证明林女士还安然无恙。林女士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人，而是直接打给公司负责人，让公司出面筹钱赎人，这一点引起专案组的注意。经过了解，侦查员得知，原来这家公司是被害人林女士的一个亲戚投资开办的。犯罪嫌疑人针对的并不是林女士，因为是针对林女士的老板，也就是她的小叔子李某的，因为李某才是有钱的人，他对我们店里的情况肯定很了解的，因为他知道就是说他要钱该找谁，他电话过来直接就要求找我叔叔。
这一迹象表明，嫌疑人绑架林女士的真正用意是冲着这家公司的老板来的。由此，侦查员更加确信，这起案件有公司内部人员参与。此时，对公司在职人员排查已经结束，侦查员没有发现线索。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前半年内所有公司离职人员情况逐一展开调查。与此同时，专案组与被害人家属和公司负责人协商制定对策。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10月24日凌晨4点左右，沈经理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果然又是被害人林女士打来的电话。喂，大哥啊，我在办公室接你，50万给他，但是80万没上来。钱能不能叫他少一点？我这里50万问题现在是凑不起来啊。你能不能少一点？你叫他扣对啊，你自己说叫他打电话给我，少一点，少一点是吧？你今天一定要给他打50万，哎。你慢点，你去再叫他接一下电话嘛，再换号，再给我说说嘛。通话中，林女士显得异常焦急，反复催促沈经理务必在今天内将钱打入他的银行卡账户。旁边就明显有男性的声音在叫林女士说话，电话里面林女士的那个口音来说呢，她也非常紧张，而且好像受过了惊吓。再叫他接一下电话嘛，叫他号再给我说说嘛。沈经理要求与嫌疑人对话，希望对方能够宽限时间。不是，我钱肯定要垫款的是吧？我钱明天肯定这几天交钱，你第一个安全。你这么帮我放人是吧？或者我不相信你、啊、这么长时间你还没准备钱，你要不想放了的话，我们就直接关机。通话就这样结束了，嫌疑人显得极不耐烦，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除了要赎金以外，其他我们什么都没有，对我们的线索是一点没有用的。嫌疑人要求当天交出赎金，而此时被害人在哪里，侦查员一无所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一下子呼叫的话，那肯定会人质生命肯定会受到威胁的。为确保人质安全，同时稳住嫌疑人，为查找线索争取时间，专案组建议家属给林女士的银行卡账户先打入50000元钱，同时要求家属不停地给嫌疑人发手机短信进行解释，争取与嫌疑人再次通话的机会。虽然是叫他不停地发信息，包括那个私的往卡上打点钱，但紧张还是非常紧张的，万一那个被害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这样子我们压力也非常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嫌疑人毫无反应，侦查工作也毫无进展。就在侦查员们心急如焚的时候，下午4点半左右，被害人的银行卡账户突然又有了动静。侦查员发现嫌疑人又从卡里提走了20000元现金，取款地点又变成了江苏省沭阳县。2个小时后，嫌疑人再次从卡中取走20000元现金，而这一次嫌疑人取款地点又转移到江苏省徐州市。你看那对象好像杂乱无章的，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的，他瞎跑的，今天跑到这里，明天跑到那里，后天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觉得就有点乱了。到目前为止，嫌疑人先后在山东、江苏2省6地出现，显然嫌疑人这么做是在故意迷惑警方。嫌疑人究竟隐藏在哪里？怎么才能将人质安全解救出来呢？侦查员们一筹莫展。睡不着觉的，几乎是睡不着觉，脑子里一直是这种场面，对象们一直在不停地换地方，一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脑子里全是这种东西，就像一根线会穿起来一样。又一天过去了，侦查行动依然毫无进展。此时被害人家属有些着急了，他们开始质疑警方的破案能力。他就说这么长时间了，他把那个破案想象的非常简单，他说你们公安机关实在不行的话，我只有自己想办法跟他们去交易了。时间紧迫，专案组对案情重新进行梳理，希望能找到突破口。就在此时，在被害人林女士所在公司，侦查员在对公司离职员工进行排查的过程中，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一个叫秦飞飞的山东籍男子进入警方视野。秦某是这家公司一名普通员工，案发前1个月左右，此人辞职离开了公司。侦查发现，秦某辞职后一直无所事事，一段时间仍然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据一位工友反映，
案发前半个月左右，曾经有一个开着红色 QQ 车的山东男子来宿舍找过秦某。侦查员查询上海宾旅馆住宿记录，发现案发前一星期左右，秦某在上海一家旅馆登记住宿，曾经有一个姓贾的山东籍男子与秦某一起住宿。被害人被绑架的这一天，10月19号，他退房了。专案组认为秦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侦查发现贾某此刻在江苏南通，侦查员立刻赶赴南通寻找此人下落。而就在此时，被害人家属突然接到嫌疑人打来的电话。你是要紧，我是要人平安，你人没有保证平安情况下，我就把钱打给你。警方冒险一搏，人质能否安全获救？嫌疑人和被害人全部都不在。嫌疑人落网，案件真相大白。失踪者来电，天网栏目正在播出。兄弟，您是要紧，我是要人平安，你人没有保证平安情况下，我就把钱打给你。他不是跟你讲了吗？你现在就是准备要电话打过来，打过来之后，明天你再把那三十号打过来就可以了。2013年10月25日，案发后第六天，嫌疑人再次打来电话催要赎金。那好吧，兄弟，我们。在被害人家属一再恳求下，嫌疑人最终同意家属先支付20万元，要求一天之内打入被害人林女士的银行卡账户。你这么让我信的，打过来就直接放人啊？打过来我们取完钱肯定放人。今天打到20万就可以了，先我挂了。与此同时，侦查员在江苏南通找到了嫌疑人秦飞飞的山东老乡贾某，并从贾某口中获知了一个重要情况。他交代呢，就是个他从网上认识个同乡，这个那些同乡呢叫雷鸣的。这个据贾某交代，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叫雷鸣的山东老乡。半个月前，那个叫雷鸣的人曾经开着一辆红色 QQ 轿车来上海找过他，并拉他入伙预谋实施绑架。后来贾某因为害怕，中途决定退出。他们也踩过点，当时呢也想绑架另外一辆车的。经过辨认，贾某确定在银行取钱的嫌疑人正是雷鸣，而且他猜测眼下发生的案子很可能是雷鸣和秦飞飞两个人一起干的。他猜出来应该是雷鸣和秦飞飞做的，因为他们以前也预谋过也到这个地方要来绑架人的。据贾某交代，嫌疑人雷鸣在山东苍山有一处隐秘的租住地。之前雷鸣曾经告诉他，一旦作案得逞，就把人质藏在家里。为此，雷鸣还曾经带贾某去苍山实地考察过。他知道雷鸣有一个地方在山东的这个地方，苍山这里。里面是个小公园，啊，这里是个小公园。2013年10月26日上午，侦查员将贾某带到山东苍山。现在他的大名是闯动了。经贾某指认，警方找到了嫌疑人雷鸣在苍山的租住地，并立刻对这所农家院落展开监视。几个小时过去了，院子内外没有任何动静。林女士究竟是不是被关在这里？嫌疑人此刻会不会也在屋内？侦查员们无法确定，是不准的。包括嫌疑人有辆 QQ 车，他们也没看到。而就在此时，嫌疑人突然接连发来短信，向家属催要剩余赎金。嫌疑人也坐不住，坐不住的话，他有可能会狗急跳墙，这种情况有可能要加快对被害人的杀害。他们两个呢？情况万分紧急，专案组决定对嫌疑人租住地进行突袭。你负责在这个转角地方，明白了。2013年10月26日凌晨，在山东苍山警方配合下，突袭行动开始。此时在上海，专案组领导在焦急地等待着前方传来的消息。万一
嫌疑人和被害人全部都不在，也有这种可能的。侦查员冲进屋里的时候，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在睡梦中，他们来不及反应便被当场擒获。而在另一间屋子里，侦查员发现一名中年女性，经核实，她正是失踪了六天的被害人林女士。没有，就是用刀那个。但是这是你的包吗？是你的包，这是你的包对吧？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上海，整个专案组沸腾了。指挥部里面专案组的人都叫起来了，啊，相当大家都相当兴奋了，兴奋的不得了。被害人家属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林女士被安全解救的消息，他们家属差点就哭出来了，表情到现在还是在我脑子里面，一开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2013年10月26日，犯罪嫌疑人孙志运、秦飞飞在山东苍山落网，在嫌疑人租住地，警方当场起获了嫌疑人作案使用的车辆和多副伪造的车辆牌照。两名嫌疑人对绑架被害人林女士勒索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孙志运，化名雷明，23岁，山东苍山人。据孙某交代，他原本在家乡做生意，因为亏了本，便产生了绑架人质、勒索钱财的想法，不久便在网上认识了在上海打工的山东临沂男子贾某。2013年国庆长假期间，孙某买了一辆红色的二手 QQ 车以及几副假车牌，驾车从山东来到上海，找到网友贾某，准备一起实施犯罪。找到以后之后就准备干了，准备干之后没干成。后来他通过贾某认识了在上海一家休闲娱乐公司打工的秦飞飞，两人一拍即合。赚几十万也可以啊，如果说这个事儿考虑周全，他什么事都明白，什么都查好。秦某提议绑架自己所在公司的会计林女士，孙某同意了。2013年10月19日傍晚，两人开车来到被害人公司门外进行守候。夜里9:01左右，林女士下班回家，两名嫌疑人便一路尾随。那个小区的时候，他那个女的正在停车，我们把车停在后面，就是把那女的下来之后，就把她弄上车了。绑架被害人后，按事先计划，他们决定连夜逃回山东。但是因为对上海路况不熟，两人花了2-3个小时才找到京沪高速公路的入口。嫌疑人一路将车开到山东苍山的嫌疑人孙某的租住地，并将人质关押在这里，由嫌疑人秦某负责看守。他之前准备好那个房子嘛，把我们拉进去之后，然后就我这没出过门，就是除了打两次电话，我就没出过门。在得到被害人银行卡密码后，孙某按事先计划开车到了山东郯城准备取钱。为安全起见，他让一位给他带路的当地人先帮他查询银行卡的余额情况。路上他那个修桥以后过不去以后，他有带路的，我就拉了一个带路的，我说你那个什么带着这卡去查一下卡还有没有钱。他大约几分钟过来以后，他说有5万多。确认被害人银行卡中的确有钱后，孙某便开车跑到江苏，并不断变换地点取钱。为什么不在山东取钱呢？就是怕被警察抓住啊。取完钱后，嫌疑人孙某立刻将作案使用的红色 QQ 车卖掉，并用取来的赃款买了一辆新车。在做完这一切后，嫌疑人便让被害人出面给家人打电话索要赎金。我问你，他到时候报警了也要抓到？抓了吧，也不一定呀，你们又不知道我在哪。嫌疑人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他们的黄粱美梦仅仅做了6天就破灭了。一起由犯罪嫌疑人精心策划的绑架案件，在上海宝山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成功告破。一片茂密的玉米地，年轻女孩死于非命，一道难解的谜题，凶手就在附近。时间推算，细节推敲，一顿平常的饺子悄然揭开一切。最后一顿饺子，天网栏目近期播出。